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再次欢迎大家参加由东方华语电台主办的2012马来西亚槟城卢军宏台长世界国友见面会。在今天下午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上，大家亲眼目睹了卢军宏台长图腾世界的神奇灵验，体验了佛法的法力无边，见证了观世音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菩萨精神。卢军宏台长就是如此，数十年如一日的忘我救度众生，帮助全世界的佛友破迷开悟，脱离苦海，改变命运，灵验事迹举不胜举，受益人群不计其数。今天我们有缘相聚在马来西亚，正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指引，愿更多的有缘众生能够早日学佛念经，在末法时期登上观世音下。首先我们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随后卢台长将为我们慈悲开示，紧接着卢军宏台长将会当场解答问题，指点迷津。大家请预先准备好各自的问题，当抽到您的号码时请到台前准备。本次见面会不设置看图腾，但是卢台长会根据特别的情况给您特别的建议。卢军宏台长慈悲，心中想着大家，想着每一位众生，卢台长就是以这样大无畏的菩萨行，数十年如一日的忘我的无私的坚持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我们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谢谢观世音菩萨，让我们这几天虽然在人间，但是我们犹如在天上。感谢我们新加坡的同修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好的啊，这个膳食和啊、哦、马来西亚，那个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好的膳食，和大家呢一起呢分享啊，大家都做了很多的努力。那么今天晚上呢是我们最后的一场了。那么台长也是依依不舍和大家呢有这么短暂的相聚，台长心里一直在想啊，我以后如果能够经常和大家见面，那该多好啊。刚刚在等候最后一位发言的时候，实际上那么我在念经，大家知道谁来了吗？观世音菩萨又来了，谢谢。真的，我们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能够把观世音菩萨常请在我们的身边。谢谢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今天呢，也来了很多的菩萨，很多人都看见了。也有龙天护法，有一位菩萨我们很熟悉的，经常帮助我们的济公菩萨也到了。所以大家脸上都是笑容，所以这是我们的福气，我们能和这么多的菩萨在一起。我们不知道修了几辈子，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修，大家说好不好啊？好，谢谢大家。昨天呢，台长在给弟子收弟子的时候呢，那么台长把所有的弟子呢又一次拖到了天上。马来西亚有一位弟子叫陈，姓陈的叫陈同修，他写了几句，他说当时啊拜师仪式上师父加持弟子的时候，我感到气势由下往上冲，并感觉到师父把我拖上了天，我在天上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整个人很轻松很开心。飞了一会儿，我看见了师父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站在一扇很大的金色门前，师父挥着手示意着弟子们进门，很多穿着白衣的同修们门口排着队。接着我飞进了那金光闪闪的门，看见了一道很强烈的光射在了我的眼前，我仔细一看，前面坐着一尊观世音菩萨和一尊释迦牟尼佛，发出了七彩光。大家想想看啊，还有很多的诸位佛菩萨都，诸位菩萨都在这两尊菩萨的背后，菩萨发出了白色的光。看到这殊胜的场面，我觉得很高兴，以及身体非常的轻盈和舒服，真是让我不想离开。大家想一看，我们和菩萨在一起，谁想离开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做人首先心态要好，我们如果人有好的心态，我们就能有美好的未来。如果一个人的心态很好，因为心态决定着将来，我们心态好，我们将来就一定非常的好。我不跟人家争，不跟人家闹，我心里很平安和平和，所以我的将来一定会好。所以叫大家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情绪
影响你的免疫系统，所以很多人生癌症、血压高、生糖尿病，情绪对他影响很大。如果控制不好自己情绪的话，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劝大家不要生气，因为生气会产生体内的毒素，所以不要生气，一生气这个人特别容易生恶病。大家想一想，菩萨叫我们不要生气，要慈悲呀。所以记住，佛心宽广无量，魔心狭小争斗，嫉妒。所以学佛人，我们要去除魔心，弘扬佛心。所以我们每一天在这个生活当中都在学佛，我们在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菩萨放在心中。那么台长跟大家在一起真的很快活，真的很开心，所以台长呢，大家也是对台长这么好，那么台长呢也是不舍得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学得更好。那么很多的人呢、都比较纠结于夫妻之间的事情，实际上夫妻之间很难化解，这些冤结都是累世积累。那么台长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这样。那么首先，比方说我们说人的前面是再加上前世再加上前世，比方说这个人有缘分，两个人结为夫妻了，对不对？那么在前一世的在前一世他们结为夫妻，然后呢结为夫妻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善缘多恶缘少。那么有善缘的时候呢是80%，但是呢恶缘是20%。那么等到在前世在前世的时候呢，夫妻一场，两个人经常吵吵闹闹，有20%，那么这辈子过完了，开开心心，喜忧参半，那么就是50%开心，50%结了冤了。那么再来，我们在上一辈子开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结婚之后呢，冤结50%开始升华了。因为人的毛病是，你对他好，他不容易记住，你对他不好他记得住，所以人永远是活在记恨心当中。所以到50和50的时候，那个50又记住了，增加了，所以已经增加到70%了。说上辈子如果结束婚姻的时候，恶缘已经占了70%，善缘已经占了30%。那么等到这辈子开始结婚了，两个人又碰上了，还没有结婚就开始吵了。现在的人还没结婚就开始吵了啊！还有很多人一结婚就吵，不停的吵，因为他的70爆发了。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大家想一想，很多大城市的离婚率是51%，也就是说两对夫妻当中有一对要离婚的，那么还有一对呢看到孩子的面上不离婚，硬憋着呢啊。所以大家要知道了这些之后，就明白我们永远不要去嫉妒，我们永远不要去结冤结，因为冤结是越积越多。如果我们能够化解冤结，那冤结是越来越少。有一个人，一个小笑话，说的是有一个人跑到图书馆去问人家图书员说，我能不能借一本婚姻怎样才能幸福的书啊。结果那个类别在图书馆的哪里呀、那个图书员告诉他说，哦，你想借一本婚姻啊、怎么样幸福是吧，这是归在幻想小说一类的。结果
这个人又说了，我想借一本书问夫妻相处之道，归在图书当中哪个类别里呢？哦，那是归在武侠小说之类的。所以夫妻经常打架，所以想好是坏，所以很难。但是我们学佛人慢慢慢慢就能悟出道理。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前世就是这么过来的时候，你今世就不会再去做很多恶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明白，心静则自然灵啊。我们做什么事情要学菩萨，叫不绝于事。大家知道什么叫不绝于事吗？就是你没有感觉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发出的事情，不绝于事，只觉自己，就是自己要明白，我要觉悟，我对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不绝于事，明白吗？自己要明白，要自度度人。自己如果不能觉悟，你怎么样去帮助人家呢？所以菩萨应觉自心者，即为觉一切众生之心。也就是说，因为菩萨他觉悟了自己，所以他才能够明白世界上所有的众生的心。所以就像我们一样，我们能够明白自己，我们才能明白他人嘛。我们自己都稀里糊涂的，我们怎么能够帮到别人呢？所以悟道之人，也就是说能够得到啊，我们佛法能够开悟之人，要记住几句话：逢苦不忧。凡是苦的时候，我们不担心，我们不担忧啊。一切境界得失从缘，所有的事情来了，来就来吧，去就去吧，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人生来的时候，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走的时候又有谁陪你呢？还是去也匆匆啊。所以我们得失从缘，心无增减，我们要转凡成圣，即心即佛，就是要把自己凡人转为圣人。我们要克服自己身上的毛病，我们就会成为圣人。即心即佛什么意思？就是要懂得我们的心就是佛，佛就是我们的心，所以叫即心即佛。台长告诉大家，人间之佛就是众生，而众生之心皆具佛性。心静则自然灵，心恶则百病生。所以我们的心要安静，我们的心则不会生出百病。所以心灵是锁，法门是钥匙，用你的法门去打开你的心灵，这就叫心灵法门。实际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非常需要戒。戒什么？用人间的话来讲，我们要戒酒，我们要戒烟，对不对？但是我们学佛人要懂得守戒，不该做的不要去做，不该学的不要去学，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要守戒。当一个人能够有戒律的时候，他才会慢慢知道我过去做错了什么。所以必须守戒，因为戒是大医生。所以佛法界有五戒，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每个人自己心中有多少是毒。所以我们要用平等心来守戒。大家想一想，平等心是什么？就是心中无私，天地宽。希望大家要在生活当中看众生都视为
你的亲人，这样你才会产生慈悲心，视众生都是我们的菩萨，你的心中才会是菩萨。所以我们要过上没有特别高兴的事情的生活，也没有厌恶的取舍之心。我们不要对人家很厌恶，我们也不要对人家非常的欢喜。我们没有祸福的得失心，今天我们没有觉得特别的哎呀享福，我们也没有觉得特别的有祸。所以学佛，我告诉你们，像种树一样，我们把好的种子种在树里面。大家记住，树有根，我们学佛的人把佛种子种在心中，我们才能长出佛的果子出来。然后佛的果子又会长出很多的枝叶，所以我们要学树一样无量无边。我们学佛就是一点一滴的功德的累积，每天做点好事情就是累积功德。我们每天做一点好事情，不做坏事情，我们功德会越来越大，就是好人。那么如果你天天做点坏事，不做好事，时间长了你就是坏人。所以要学佛，我们要常做善事，常做好人，我们要将佛心聚集在心中，直到佛学大圆满。台长呢，每一次呢开法会呢，因为都有很多新的朋友来，台长呢非常希望他们能够知道我在是怎么样在广播里面回答大家问题的，经常给大家看图腾啊。今天呢我还会给大家看啊。那么有一个人呢看到台长，看到他的病因，也看见他呢有抽二手烟，而且他的耳朵呀也不好，他的肺气不足，掉头发，睡眠不好，内分泌失调，虚弱无力，被台长全部看出来了啊。我请大家听一下，谢谢。所以我们学佛做人，首先要减少世俗的快乐，世俗的快乐都是不能让你得到永久的快乐。就是说你今天去听个音乐会，或者你去跳一个 disco， 那你当时是很快乐，但是不能延续的。什么叫延续的快乐呢？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我们国家要放假，那么这个放长假放一个礼拜，那么你在两个月之前你就打算，我准备在一个星期的假期里面到哪里去旅游，然后这个两个月当中呢，你只要一想到这个事情你就特别的开心，你就一直很开心。所以呢这就叫长远的利益。
就常是在心中一种喜悦，那是很长的，但是这些还是在人间的快乐，所以人间的快乐是不长久的。那么真正的快乐是永远的快乐，就是我觉得我很满足。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知足常乐，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一种感应的快乐，今天我们感应到自己会特别快乐，那么你就一直会很快乐。所以人因为贪着五欲，五欲是什么呢？因为他有欲望，比方说有贪欲啊，有那个食欲啊，还有淫欲，还有其他各方面的欲望，所以必须要慢慢的放下。人呐、其实很可怜的、很多人呐、出了几十块钱去吃个自助餐，走到里边，平时胃口很小的，一想到今天我花了几十块钱吃自助餐了，左一盆右一盆，左一盆右一盆，吃了不肯出来，最后到门口全部吐出来，而且肠胃也不好，所以这也叫欲望。人不要去贪小，明白吗？所以大家要想一想，我们不贪着世界的欲乐。你根本要记住，我们如果贪着这些欲望，你就修不好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苦修行，就是要去除我们物质上的享受，因为感受到这个世界很苦，我们才能修好行，我们才能约束自己提升境界。想一想，一个小孩子如果读书整天的贪玩，他不专心读书，这个孩子怎么能够读出好的成绩出来？所以我们如果天天在人间不好好修，天天贪玩，我们怎么能够读得好书呢？实际上佛法讲苦和乐为一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苦乐同受。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得到一些享受，我们在享受的时候，我们也得到很多的苦。举个简单例子，很多人喝酒的时候是不是在享受啊？好了，把肝喝坏，自己喝的酩酊大醉，他是痛苦送到医院里，还是在享受？所以很多人因为身体不好，精神不好，家庭出现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他们是不是觉得很苦？但是就是因为苦，他们才会去寻找一种让自己解脱苦的方法。很多人在找，很多人在寻找，有些人找到了，有些人没找到。但是当你找到的时候，你这些苦就变成乐了。而我们今天坐在下面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佛子们，你们找到了，你们就是离苦得乐。大家想一想，苦乐都是空，苦一段时间是不是结束？你们很多人是不是都有过去都有过牙痛的毛病，对不对啊？牙痛的时候痛不痛啊？苦不苦啊？难过吗？哎呦，痛死了，痛不欲生啊，晚上睡觉肿的呢，牙痛的不得了。但是呢，痛过一段时间，哎，牙医弄一下不就结束了吗？苦也有时间的，对不对？快乐开心啊，疯疯癫癫的，过一段时间又没了，回到家还是一个人。所以这些都是空的东西，所以佛法说苦乐即空。实际上台长跟大家讲，都是人间的一切都是一种触觉，一种感觉，而当你这种感觉存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幸福和苦。当这种感觉遗失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痛苦和乐。
就像很多女孩子谈恋爱，过去有一个男朋友爱得她死去活来，为她自杀，等到哪一天这个女孩子找到了另外一个男朋友的时候，再想起她过去的男朋友，她就想想真的是没有意思。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小女孩到我这里来说，台长，你今天帮我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我的男朋友把我甩了，我现在离开你办公室，我马上就去撞车，厉害吧？台长着急了，我劝不醒他的话，好了，出人命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就特别的先给他，一边跟他说，一边呢不断的请观世音菩萨给他加持。我讲啊讲啊，我说你的男朋友如果真的爱你的话，他怎么会离开你呢？你现在为他死他也不知道，你至少要让他知道你死了，你先找到他，那么你死给他看。我就这么介绍，然后呢先刺激他一下，结果他跟我说好，我一定要找到他，想想不行，我不想活了。然后我就慢慢的跟他讲，讲完了半个小时之后呢，他离开了。等到下个星期来看到我的时候，陆太太开心得不得了，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怎么不想死了？我为这个人死，我值得吧？有毛病！大家想想看，人不就是在一瞬间吗？想通了什么都通，想不通对他来讲就是悲惨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得通，我们在人间已经很苦了，我们再想不通不就是苦上加苦吗？有一个小老鼠，我想想看，它的境界比我们都高。有一个小老鼠比我们都想得好，他说我拥有的太难啊，给大地带来温暖的阳光。小老鼠很有诗意啊，很有诗意。他说笑话，很多人就笑话他，你这个小老鼠啊是个神经病，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拥有阳光啊？我们大家都拥有阳光啊。小老鼠说，很多人表面上拥有阳光，但在骨子里他没有得到阳光的温暖。他说我是真的拥有了太阳，因为我感觉到太阳是那么的美丽，那么的温暖，因为我完全的接受了太阳的温暖，而且我感觉到太阳照射到每一个土地。而你们人间的人经常把自己的窗户关起来，把窗帘拉起来，不让阳光晒到你自己，所以你们得不到阳光的温暖。我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人。所以小老鼠这个寓言说明很多人不珍惜好好的阳光，不珍惜真实的自己的佛法，不珍惜真实的世界，把自己关在一个阴暗角落里，永远见不得阳光，或者被自己心中的乌云遮住了阳光。希望我们打开胸怀，迎接佛光。所以做人，我们要把自己的欲望降低到最低，欲望来的时候要降低。我也不可能卢台长叫你们说不要有欲望，那不可能的，对不对？比方说我想买很多东西，那你少买一点。我今天一定要出去 shopping， 那么你少 shopping 一点，就是说去买东西。今天我一定要儿子考上名牌的精英大学，那么你儿子呢已经很辛苦了，压力很大了，那你呢就要求低一点，把欲望降低一点。孩子啊，只要你考上精英学校就可以了。我告诉你，不管哪个精英学校都会出精英人才，这样孩子不会有压力。大家知道现在很多家长把孩子压力加得很大，很多的孩子在压力中生活很痛苦，所以很多孩子当考
考不上精英中学的时候，他知道家庭会给他很多的压力，然而他自己就很痛苦，更有甚者，很多孩子就跳楼自杀。这不是你们造成的吗？所以把欲望要降低，把自己的理性要升华，一定要上升，想到自己很多事情有很多的理智来控制，你就是圣人。凡事如果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上为别人来想的，就叫慈悲。学佛之人，如果起烦恼的时候，要懂得回光返照。什么意思啊？学佛的人，当自己有烦恼的时候，要懂得回光返照。什么叫回光返照？想一想，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退一步，就是在向前一步。我们有烦恼的时候，我们就向后退一步，这样我们才能前进，我们才能没有烦恼。不要觉得别人啊，不要觉得别人永远是对哦，要觉得别人永远是对的，要觉得自己永远是错的，这样你就不会顿生烦恼，你才会一生。这句话很重要，大家好好听啊、哦。你的一生啊，要永远觉得人家都是对的，你自己是错的，你试试看，你这样你的一生才会无怨无悔。这就是佛的哲理。是不是是的，人家永远是对的，自己是错的，然后活在世界上多开心啊，做错事情了，哎呀我又做错了，对不起啊，他无怨无悔，明白吗？否则人家会弄他的，他会很不开心。所以要学佛这个经典的东西啊。好，那么台长呢跟大家讲，有时候呢一个人什么叫快乐，什么叫忧伤，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有一个皮匠，就是修皮鞋的皮匠，那么对门呢住了一个呢很有钱的富商，很有钱的富商。这个富商呢天天的愁，这个钱怎么办？这个钱呢、哎呀，我要投资那里，我要买那个东西，放在家里又怕贼来偷啊。过去的时候又没有什么保险箱，对不对啊？哎呀，心里好难过，怎么办？怎么办？那么他心想，我这么有钱，我为什么这么忧愁啊？哎，看看对面一个皮匠啊，没有钱。在家里天天哼着小调，讲讲笑话。哎，他没钱，他为什么这么快乐？哎，我有钱，我为什么这么烦恼啊？那么他就想出办法，我是不是也让他烦恼烦恼？他就送给对门的皮匠说：“我送给你100两纹银，好不好？我送给你之后。”哎呀，我真的那个皮匠呢，开始的时候呢，几天拿到这100两纹银，天天开心啊，哼着小调，哈哈呀，开心得了，天天还有声音。过几天呢，开始不哼小调了，不唱，再过几天声音都没了，为什么？开始烦恼，穷人发财都受罪，他不知道这些钱放在哪里。藏在这里好呢，还是藏在那里好？是出去买生意呢，还是去投资？天天开始发愁。所以大家要记住，钱不是能够让人幸福的东西，而真正让人幸福的东西是你的心灵。那个台长说，学佛要做一个没有牵挂的人，叫无挂碍。大家都会念心经，对不对？啊，心经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无挂碍的故事？
啊，对不对啊？所以心经要懂得无挂碍，所以我们只要无挂碍，你这个人就是无私之人，没有私心杂念的人。一个真正无私的人，他才是一个无畏的人。所以一个无畏的人，他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现在的人人心很乱啊，所以宗教也比较乱。现在世界名医很多，但是良医难求，要用真正的佛法去开启人的良知良能。希望大家找到观世音菩萨这条道，把自己的心开启出来，让我们真正的寻找到良医，让我们真正回到观世音菩萨母亲的怀抱。那么台长跟很多人讲过，我们开悟的人呐、啊，要没有委屈。你们知道，如果一个人说我很委屈啊，然后说我很难过呀、啊，我很苦闷啊，那这个人就是没有开悟。如果你说这有什么，有什么委屈的，我欠他，有什么可以难过的，这个事情家家都有，有什么苦闷的，又不是我一家，大家都苦闷，我们来到人间就是受到很多的苦。我现在明白，我学佛了，我想通了，我不苦闷了，我没有委屈，无所谓了，你就是开悟了。所以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自然来自然去的。自然是什么？自然英文叫 natural。 大家要知道真正的自然是什么，真正的自然就是缘。如果你一个人随缘了，你就自然了。所以佛法经常告诉我们要随缘。好，那么台长呢跟大家说，现在这个世界啊非常的危险。你们知道全世界根据联合国劳工组织所统计的数字给你们知道一下，吓死人了。他说全球每年有200万人因工伤和职业病死亡和致残，每年有200万人啊。他们说啊，世界上每天大概有16万人到20万人死亡。想一想这些数字，难道不是在天在收人吗？所以现在的人谈癌色变，身上长了一个小小的疖子，马上就想到医生啊，是不是是癌症啊？你想想看，害怕不害怕？你是一个好人，你长那个疖子再大，我告诉你，良心。如果你是个坏人，你长了一个小小的疤，我可以告诉你，恶心。所以天天做恶的人，他会长恶心的东西；天天做善事的人，他长不出恶心的东西。所以希望学佛人每天做善事，就远离病痛，远离灾荒。所以台长啊，也跟大家啊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人的灵魂，很多人说我看不见，其实人的灵魂很厉害。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在英国啊，有一个农村的、啊、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呢，她呢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房子在伦敦郊区，她非常喜欢这个房子，她就天天想，哎呀，价钱又好，哎呀，价钱又好，而且这个房子我特别满意，她就想买，她就天天想想啊想啊想啊，想想想，
想了，有一天他实在憋不住了，因为他钱不够，他就凑。他有一天他就飞到了伦敦的郊区，他去看了这个房子。等到他刚刚见到房屋的主人的时候，这个主人指着他突然之间失声惊叫起来：哎呀，你是鬼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这个女的想买这个房子，天天的灵魂过去，这个房东天天做梦看见她，所以看见她来的时候，一看见她，哎呀，你就是我梦中的鬼来了。大家想一看，人的灵魂能不能出去？人的意识能不能出去？真的，我告诉你们，一个孩子如果远离我们的家乡，妈妈在家里天天想孩子，想啊想啊，儿子坐车的时候突然之间会想到，哎，我妈妈现在一定在想我。在坐车的时候突然间想，我妈妈一定现在又在吃饭的时候又在唠叨我。实际上都是妈妈的气场感应让儿子能够收到信息，用现在话讲就是叫 message，就是一种信息。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我们的意念不要随便的乱动，你们知道意念也能杀死人的。很恨人家的话天天骂他，为什么人家说下杠头，大家听得懂吗？下杠头就是天天的骂他。所以如果这个人很坏，所有的人都骂他，这个人一定倒霉。每一个人在单位里的人都说这个人很坏，他在单位里待不长的，因为他的气场，好的气场被人家破坏。所以要懂得我们不要用意念来做坏事，大家听得懂吗？意念做坏事吗？骂人啊啊，大家知道吗？在那个时候在单位里有一个领导来了，下面一个助手看见这个领导恨得不得了，但是这个领导呢啊早走过来跟他说，小李啊，那这里有一点饼干饭你吃一下啊。哎呀，谢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老板，谢谢你谢谢你，大混蛋。你说第一点好不好，对不对呀？啊，老婆跟老公，我在上次在新加坡讲的，老公跟老婆吵架的时候，老公骂他，老婆不讲话，哼，你骂好了，你出了门就会被车子压死哦，你这个老混蛋。你想想看他是不是在害人呢？心里也能做坏事的，所以身口意一定要注意。台长刚才讲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人还没有修到一定的境界，就要当心自己的身口意啊。中国圣人老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啊：吾之大患因吾有身啊。人的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有这个肉体啊，因为我们有这个肉体，我们才不舍得呀。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身体，我们什么都舍得，对不对啊？人没了还有什么舍不得？就是因为人有肉体，他才会自私啊。你们知道现在的小女孩自私不自私啊？在自己脸上涂脂抹粉，买的最好的化妆品给妈妈贴钱，还不如她买一瓶名牌的化妆油呢。啊，自己谈恋爱的时候都是这么的自私，男朋友打个电话来了，哎呀，你能不能出来陪我看个电影啊？看什么电影啊？我的面膜都上好了。你想想看，为了一点点自己的啊臭皮囊，来把人间的情都可以断掉。所以人因为有身体才会越来越愚痴啊，不明白这些道理。所以我们要懂得，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肉身，不要让肉身带着我们做坏事。我们只有控制好肉身，我们才能战胜我们的欲望，才能
让自己的灵魂充分地显现出本性的光芒。好了，那么台长呢，今天呢，因为呢他们前面呢讲的时间长一点了啊，所以台长呢也不能跟大家讲得太长，因为至少要留一个小时啊，待会给大家看图腾。那么在我要结束之前呢，台长呢想再给大家听啊一段我们在啊香港的时候啊，台长呢就是像你们一样开大法会，突然之间呢有一个妈妈说，卢台长，我孩子丢失了怎么办，已经报警了，找也找不到。结果他们叫台长看，台长说，哎，不要放，不要担心了啊啊，我说啊一定会找回来啊，我就说明天早上啊大概11点钟之前孩子一定能回来，都有录音的。那么还有同样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在新加坡的时候，一个孩子也是走丢失了，结果啊叫台长看，台长说不要担心了啊，他说孩子精神有点问题找不到啊。后来台长说，哎呦没有关系啊，我跟你说很快就会找到。哦不对，是晚上11点就开始睡觉，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过来。结果台长一看说，啊放心好了，肯定会醒过来啊。后来我就说你给他洗把脸马上就醒过来，结果这个孩子是到天上去台长看到了，所以第二天果然那个时候就醒过来。我不知道他妈妈还在不在这里，因为是在新加坡的啊。站起来给大家看一看，就是这位他的孩子一直醒不过来，看见了吗，额头上还贴了一个啊红点儿。好，谢谢你坐下来了。下面台长给大家听一下台长看到孩子一定会找回来的录音啊，谢谢大家。嗯，哎，卢台长您好。我是那个黑猩猩小孩的那什么。所以呢你们一听，哎呀太长行了，以后说不定孩子一早丢了就来找我，我就麻烦了啊，今天要把自己的孩子管管好啊。所以大家，台长最后跟大家讲几句话，人行善，一个人在做善事啊，就是像我们都在做善事的时候，福还未至，就是福气虽然还没有到，因为你已经做善事了，你的祸已经远离了，大家听得懂吗？虽然还没有福，但是你没有祸。人行恶啊，祸虽未至，一个人经常做恶事，祸虽然还没有到，你的福气已经远离了。精彩不精彩啊？所以我们要学佛，一定要明白，我们要立志学佛，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大家记住，只有众生辜负菩萨，没有菩萨不要我们众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跟着观世音菩萨好好的修行修心，
一定要好好的学佛拜佛，这样的话我们福还未至，但是我们就没有祸了。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跟着台长一起共登彼岸。台长很爱惜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努力。我再一次感谢所有今天来参加会议的所有的佛友们，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们，愿观世音菩萨加持你们，愿你们越来越好。佛光普照大地啊，佛德啊印在人心啊，我们要好好学佛修心，我们才能用心成佛。